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下面我宣布山东协和学院文件山东协和政教2019/44号关于授予杨琴等1564名2019届学生及杨燕等7名往届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。各单位、各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山东协和学院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授予杨琴等574名同学理事学士学位，补授杨燕理事学士学位，授予吴雪等350名同学公爵学士学位，补授崔浩云公爵学士学位，授予王晓等432名同学管理学士学位，补授鲁全民等5名同学管理学学士学位，授予吕倩等178名同学教育学学士学位，授予苗宇等30名同学文学学士学位。具体的名单不再一一宣读。山东协和学院2019年7月5日宣读完毕，谢谢。